英媒集一直致力于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图像领域的技术开发。过去，我们研发了虚拟示意系统、实时渲染引擎和图像识别技术。今天，我们将眼光投向了 AR 和 VR 领域。虚拟现实是一项非常棒的技术，它可以给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。在谷歌和三星的带动下，基于手机的移动 VR 设备深受大众喜爱，市场保有量遥遥领先。我们发现，现有的交互方式无法在移动 VR 环境下给用户带来良好的体验。我们团队非常渴望创造一种更加自然的交互方式，它依托于现有的硬件环境，无需任何外设。最终，我们研发出了 Hand CV 手势交互系统，它依托于单目摄像头，具有高识别率，深度适配 VR 环境。这样做给我们研发带来了很大的难题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妥协。我们喜欢解决难题，依托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积累，我们解决了很多极端条件下识别不佳的问题，使得 Hand CV 具有很强的模仿性和应用性。你会发现，不知不觉就能上手，好像这个操作生来如此。操纵音乐、视频、文件夹，只需几个手势就能掌控全局。我们还推出了 Hand CV 手势识别 SDK， 将开放给所有的应用开发商。